那种一种的飞机的家贴种拼下来用些再多那种晒蒙我我带一套飞蒙 TV 那种有呢我要找一个飞了蒙晒子给我音乐先给公告贴共他说半座我托带一套好四分才认错弄等给了这我托带着努力给主席说半座给公告我那套好弄同马光好巴特拉谁可以说壮高还别成了可以一嘴巴呀虽然才认错我自己天摸说到壮高呢我不懂得想了来我觉得认到呢比胡人的你哈爹人才梦呢下地可以说了不摸回胡中毒了吗那昨天后打起呢壮高呢不在了吗可能我一壮高我摸得爹说任何毒你胡那个下地可以说只要今年不摸得了胡爹莫一个人呀，都在之内，之内靠个人中的广告我看了，大家一直办呢。你若互动着的，我找你几天广告，你用钱给你几天。Oh
เนื้อจอลุ่นแต่งเกล่าเย็นทั่วตัดสู้จีชั่วปันทั่วลันแต่ซื้อรุ่นใช้ยังท่ออยู่นอแล้วกูมั่วหูซังก็ไปเตียไปลุ่มไปหูออกมองว่ายาตูเช่าอย่าเช่าลันแต่ซื้อรุ่นขี้จ้าเนื้อได้เคยชัวเตียซื้อรุ่นใช้ยังท่ออย่าตูมั่วจะชั่วคอยจะชั่วเพียงหน่อยจะอุ้งเป็นนอจะละหมูจอจอจอซังก็นอเนื้อจอเขาเต้เขาต่อเทียเป็กดังเกล่าอยู่ล่อแล้วยิ่งมั่วซ่องก็เสียไปลุ่มไปผูกหัวม้องตลาดฟูอยากน่าจะถกปีเราอยากถกเสาตั้งแต่ลูกของต Bye.
ังได้นอกูยะร้อยเจ้าเป้ละมองใช้จ่าเก๋วยยังหยาหุงก็เชิงเจเทียนทรชัวปันทัววะยะเป้มองลินเทตูเนี่ยต่อเขารู้ดังเก๋ละเจนทัวเต๋อมองสู้จีเก๋หุงก็ลำเต๋อซื้อวิ่งใช้ยังท่อเนี่ยต่อจบนอ好侬好侄，好女给侬，一种哪子给你领章？赵差中。陶永华音乐作品专场演出《情满花山》现在开始。前一套帮我的梦祖梦姬专场给你老人，头南黑腿。
背了好道呢，要乘路先给路的给走给路啊，路好道呢，那要被古地梦啊团土杂乱收给省里一路等老人。基层当头呢，莫马关行为行人民政府的施手帮他被梦的好道，特别要被莫被胡干南的好道呢，掌握莫安东交火完都错样错站，加错站面出呢，断过我老人家莫乱丢。弄了呢，并要等了办完前一套的啊，转场跟他老人呢，笼罩被梦的走墙走街，做错站面出通杀工作，是受巨大莫断的莫很多的容词。陶永华先生1953年6月生于马关县独龙镇坝堡村委会后山村小组，1970年7月被招进马关县文工队担任演员，1978年9月调到文山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民语文艺编辑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文艺部主任、副台长，并分管4个语种的广播文艺工作，同时还担任过2届文山州音协副主席。2013年退休，现任文山州苗学会的副会长。在广播电台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总编导，策划组织了壮苗摇语春节广播文艺联欢晚会26台。在工作之余，陶永华先生刻苦学习，自学成才，有专著《苗岭歌声》《陶永华苗族音乐作品选》《合著学知识》《金笛》《中国苗族音乐选》等5部书籍被国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在他创作的苗族声乐作品中，合唱歌曲《我们的名字叫苗族》被国内外的苗族公认为苗族的族歌，苗族情歌《假如你是一朵花》被公认为苗族的黄河谣。由于他创作的苗族音乐作品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曾于1993年8月和1994年12月先后2次受邀随云南省少数民族表演艺术团出访美国，参加咱们苗族移民举办的传统花山节表演活动。某个地方你要等到呢，我要哈多次报答前一套呢，要马关杜龙宝宝后山上的段呢，你要做半导体工作，你要这一路好差呢招收了，你应当呢多三半他被梦的做强做基，所以肯两个要一直办那么被梦被和梦对人够难呢，当然着中国潮流对切，难道没老着杜文州梦对梦切弄呢，并要等那头给你老人就是要摸你的嘞，你的得融做基呢脱开着多次路晒，你的得融做基呢老要哈做要改革开放，被穷都凶罗，被梦对梦切的容忍说，老你同族，被梦呢，就要着中国不对努力上对切，为尿大尿头呢，梦只有吹好道，莫从狗的梦呢，舌头只我一对落台柱台朝，到时尿头个台柱台朝呢，梦只有谁来叫人多，他一人才，都不定中，被的狗的梦啊，才来从怒刷对倒背。只得走起着怒刷的道头。某个地方弄那边的跟廷老人呢发我不弄多很多呢和我吃好道，第二多呢和我有好道，第二多呢和我生好道，第二多和我出好道。
山啊，抛影无声增楼高沙地自由啊，邦高无知道楼那汹涌浪将其如浪到翻那波修莫若南岳拆动傲气浪号多花灯中浪之子多浪如沙烟当真当作掌声莫若南岳哎呀哟献上一首《高高的花杆》。家的梦子
孟子修，啊孟子修。说好到呢，双个说声当场着，错了对起，到能杀故杀不了。对说都双才，我喜欢他的断个道，是狂是坦的火杀老。春天来了，桃花盛开，箫声悠扬，鸟语缠绵。苗家的咪多咪彩顾不上大地苏醒，在采花山的路上，要把大家带到令人陶醉的花山场。
接下来请欣赏第二章《花山韵》。
好的就要受干了，但是头多次值得盲目，你要等到那个小人做多次哈。前一套主机的叫被录给你老人那里我都老人查他头呢既然有头感觉长干那里不要接着多次录神吉他非等前一套弄干主给我被梦的主机呢长方之在手那反倒被梦的主权主机呢老没老着中国错路地区相聚的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我们实在不想说再见。欣赏完陶永华音乐作品专场演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被这许许多多美妙悠扬的音乐所折服所惊叹，还有是被陶老师这种奋斗不止的精神所感染。在创作的路上，陶老师一路走来，心怀梦想和感恩。这样一位本土的苗族音乐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创作道路将会持续延伸，在时光里扩展，在岁月里厚重。我们期待陶老师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今天是一个喜庆热闹的日子，朋友们，让我们狂欢起来，一起跳起大团结舞。多次踏开门